领导人提的意见，只要我们可以做到，承诺我们就即刻来做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万华区里长座谈，听取地方民众心声。而再过两天，他就要启程飞往日本东京，展开4天3夜出发。2月份的时候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来台北访问，他当面亲自提出邀请，所以这次特别安排。蒋万安访日行程曝光，15号抵达后，将先拜会日本自民党青年局，隔天参加市长论坛演讲，下午则会和邀请他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见面。17号出席日华恳谈会的早餐会后，晚间还将前往东京巨蛋参访，借镜日本经验。我们也不希望说他去日本只是走马看花，远雄在国内都不积极的来改善了，更何况是蒋万安市长，即使从日本带回来美好的借镜，远雄就会愿意100%的配合吗？举办了非常多的国际赛事以及演唱会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很高兴能够跟他们吸取相关的经验，未来我们有很多可以跟东京大剧院接近的地方。大巨蛋开幕营运后状况频传，日前又因演唱会抽成无上限惹议，议员直盼蒋万安能好好向日方学习。民视新闻冯宏崇恩台北报道。